尴尬至极。国足队长被女主持人质问：“你有腹肌吗？”字幕都不敢打，尴尬至极。国足队长被女主持人质问：“你有腹肌吗？”字幕都不敢打出来。这段时间传得沸沸扬扬的，除了世界杯之外，就是我们的国足，可谓是红遍整个网络，每版头条都能看到国足的身影。人家的国足在场上拼搏，我们的国足在场下斗嘴，偶尔还去马尔代夫看看世界。借名嘴白岩松的话来说，中国什么元素都去了世界杯，唯有中国男足没有去。没有去不是他们的错，因为他们也很想去，但是除了嘴上功夫了得之外，实战技术实则堪忧，停球还能五米远，膘肉缠身还被台媒称为白斩鸡，纹身遍布更被说成万花筒。如果是比车、比美女、比花样，那么还能一拼。也有网友调侃道，国足除了踢球不行，样样精通。近日国足队长冯潇霆被邀请参加节目，其中有一个项目叫体能 PK， 毕竟身为体育队员，一身公狗腰腱子肉是最寻常不过了，不然都不好意思说你是练体育的。当队长跟主持们讲解腰腹训练核心的时候，女主持人突然冒出的一句话：“队长，你有腹肌吗？”无奈之下只能回答：“我没有。”一句我没有，主持人们以为这是谦虚，又再次说道：“看看啊。”队长连连说道：“真没有，真的没有。”突然主持人也好像想到什么，瞬间场面尴尬至极，字母都不敢打出来。节目能够录成这样也只有国足了，明知道不行上趟节目还搞什么体能 PK， 自己腰腹都练成这样，还给人讲解腰腹训练核心，不知道球迷朋友们对此有什么看法，欢迎留言评论。